这名字一次性按到底，难道是那种一直按到底就能赢的关卡？老大，小僵尸说这是很简单的关卡哦。And 巴拉巴拉巴拉，很简单的，过不了我笑你一辈子。哼，想嘲笑我？没那么容易，看我的厉害！哟，还给我这么强的植物呀？炸！一群会自爆的粉丝小鬼，这里还有药水。哟，还给我植物设定是满阶，我要是输了，我把小鬼头锁衣柜里。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？OK， 我就一直摁下一波。哇，好多粉丝小鬼头啊！哇，飞过来了！我的机枪射手啊，我心乖乖。还好本大嘴带了这些植物。老大，全民香蕉师越变越大了。No！ 完蛋了，我再也不会摁下一波了。药水给粉丝小鬼头吃，后面的全明星僵尸就吃不到了。越来越多了，老大。轮到我召唤僵尸了。哦，巨人僵尸都被吃掉了。不管了，全明星僵尸来了。粉丝小鬼头和全明星僵尸太恐怖了，还好我聪明带了他们，嘿嘿，这次终于能顺利过关了。